本那年有一种名叫赤面疱疹的病毒肆虐，当时的医疗很难治愈这种疾病，最邪门的是这病还传男不传女，这就导致日本男人的数量急剧下降，女人成为了社会上的主力输出，穷人家的男孩子被当作接种的工具送进什么白马会所供富家女挑选，可被选中的穷小伙忙活了一整晚哼哧带喘的，第二天却被送上了断头台，只因为破了女王的身子。今天就带你们来瞧瞧电影《大奥》里的那点事儿。因为那场大病闹得凶，当年日本可是严重的男女失衡，讨不到丈夫的女人呢可是多之又多，他们没钱娶男人，想传宗接代只能花钱找男人，一次不行就两次。我们的男主二宫出生在一个落魄的武士之家，善良的他给大娘们播种的时候是分文不取，这使得他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，你说这不是浪费资源吗？二宫有个青梅竹马的妹子阿信，阿信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，两人打小便是情投意合，但谁也没把这层窗户纸捅破过。这边二宫还在纠结自己家境贫寒配不上阿信呢，那边家里的妈妈忙着催婚，主要还是因为她有个姐姐，家里这么贫困，姐姐自然是讨不到男人，妈妈打算把二宫嫁出去换彩礼钱，这样姐姐就能用这笔钱娶男人来家。二宫自知自己这样免费播种确实是弃家人于不顾，可又心念阿信不想嫁给陌生的女人，于是他决定干票大的，进宫去大奥闯一闯，足打足抢才聪辉煌。大奥是女王的后宫，里面住着鲜肉三千，能服侍女王是多少人的梦想，干好了地位攀升，干不好也能吃吃低保拿到可观的俸禄。大概是怕自己不够出众，临行前二宫还换了一个出众的发型。入宫后，大奥的主管就告诉二宫，这里的男人主要分为九层，两个大类，上层人是可以服侍女王的高管，下层是给高管干活的下人。作为一个新人，二宫肯定要下基层，但考虑是武士出身，就被分到了第四层，这个位置就很玄妙，虽说现在是服侍男人的，但是只要努努力就能晋升到上层人。上班的第一天就碰到了一个男人依偎在主管的身边，二宫看他俩 gay 里 gay 气的，赶忙装作没看到离开。可晚上这帮工友们却不老实了，饥渴难耐的汉子们看着二宫这小模样，不由得想要嘿嘿嘿他，这是什么行为，想要白嫖，这跟观看不点赞评论有什么区别？二宫一个大直男当然忍不了，还好习武出身，三两下就制服了他们。原来大奥的女王才只有七岁，招进宫的男人还那么多，所以他们只能夜里互相满足。隔天二宫见道馆扫地，看到里面的人耍剑，二宫也忍不住手痒的用扫帚划了两下，这一招一式被剑道馆的馆长给相中了，被安排跟管理剑术最高的剑人比试，没想到二宫冰冰冰几下就把武士打趴下了，自尊心受挫的武士直接切腹自尽。没多久宫里传出噩耗，七岁的女王驾崩了。听闻消息后，驻守边疆的女将军策马赶回来了，女将军上任后决定择一鲜肉来做妃子，宫里都忙活了起来，选妃当天男人们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而二宫也因为表现出色被提拔成为了主管，也参加了这次的选妃。女将军在选妃时不小心被绊了一下，听到身后传来嘲笑声，谁是谁笑了，二宫看着旁边的男人吓得不轻，就出面扛下了罪名。女将军一看这出众的发型，行，就你了，一看就跟这帮妖艳贱男与众不同，二宫就这样成为了那个女将军独宠的幸运儿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女将军第一个被选中的妃子事后是要砍头的，因为破坏了女将军的完璧之身，就这个规矩连女将军自己都不知道。他听闻这件事心生愧疚，可又不能改了规矩，他只能在那一夜允诺二宫可以满足他的一个愿望。二宫便说自己的心上人叫阿信，这一夜可以叫他阿信吗？女将军同意了。就这样，二宫一声声叫着阿信的名字，跟女将军一顿哼哧带喘，凭借播种多年的经验征服了女将军。第二天，二宫就被带到后院处死了。侍卫将二宫去世的消息带到了他家人的身边，你的儿子死得光荣，这是他头顶的那撮头发，请给他厚葬一番。于是他的家人们强忍着悲痛为头发立下了石碑，阿信也来怀念他逝去的爱情。就在这时，二宫突然出现在旁边。是的，二宫没死，那天行刑的时候女将军救下了他，考虑他这么好的技术，这么好的人，不应该这么早的就去了，宣布大奥的二宫已经死了，这是你的第二条命，快去找你的阿信吧。最后女将军解散了大奥的高管们，毕竟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想要全天下的姐妹们都快乐快乐。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。平时看了那么多惊悚恐怖还有下饭的血腥片，如今看看这样的腐女之友都觉得世界美好，要是真的能穿越回去的话，你是想去这样的女权社会还是去男权社会呢？好啦，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我是你们的小